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攀升，我国已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强化边境检疫措施。如果您需入境我国或由我国转机，请准备登机前三日内的 COVID-19 核酸检验报告。提醒您，检验报告内容需包含：一、登机者护照姓名；二、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；三、采检日及报告日；四、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；五、检验结果。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，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，不要随意外出。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，共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鳄鱼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冲混角色，每天呢都出色。人客，你有看无？哦，每一天的盘面，有人起，有人落，对吧？有人震荡幅度，哇，这大个，这拢钱呢？哦，满天钻金条，要杀无半条，有影啦。今嘛进入到这个吼高难度。安那讲高难度，就迄当时11月3号，鳄鱼老师就甲你讲做多强反弹，去你，人去。甲顶礼拜三，来甲上关点14427，哇！啊你甲一路安尼甲算咧，哇！大起诶，要1800点咧，对无？一路起诶，去几个月，结果咧，鳄鱼老师就甲你讲指标超热啊！休困一下啦，休困一下哦，休困到哪里？月线，这条月线，你现在看哈，指标在修正，指标在修正，所以讲加加啊，吼，搁两三天的时间啦，但是你讲投资者就看到讲，就逐天拢有滴起的股票啊。想要吃下去啊！咱实在讲吼，今嘛唔是讲未使买，你还知影讲爱买什么货再去？买逐回啊，起起来就是台积电啦，吼，联发科啦，鸿海啦，哇，达变啊！啊，这个大牛的，讲一句实在，投资者较未去买黑啦，投资者拢会去买小型股啦。伊是讲迄感觉啊，迄种。涨停哦，迄种乐趣嘛，迄我知啦。但是我讲吼，伊就是爱修正甲月线这个卡大家，或许急跌是比较快一点啦。但是问题唔啊，伊就安尼啊，几十点只安尼过来过去，过来过去啦。所以讲直接来吼，咱啊功课准备要好，这波行情吼。唔是安尼就煞，安那讲来，咱顶礼拜，鳄鱼老师讲起这个融资融券增减变化及含义及应对策略，这张表大概20年前，或是咱一挂老先觉的拢捌看过，这张表著作者就是鳄鱼老师哈、来，咱迄天讲起这个多头走势创新高怎样？你知我知，融资融券。都攀新高，所以讲一家交投热络，主力法人散户均看好后市盘间细涨，所以鳄鱼老师就跟你讲，拉回便是买点，但是拉回到哪里？月线哦，飞到满足点切勿放空。那个满足点呢，这鳄鱼老师稍微保留一下啦，这就是保留吼，我咱会员的福利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讲每一天你也看讲震荡。
今天是较闷，震荡幅度就没有上个礼拜五的大，只是呢在修正指标，修正这个指标，魏老师你讲的，当这个指标修正完毕以后，伊会阁行一波起哩，阁行一波的时阵，这个正经都爱细意啊啦，了解无？大概就是这单这礼拜美国那边，因为伊迄个刺激方案到底要过唔过？就迄个选举前拖到即马选举后，嘛拖要几个月啊？到底是要好啊，要歹啊？对不对？毕竟呢，市场预告的啦，总是会过关啦，是当时要过关的问题而已。所以讲，这个指标修正，拄拄啊，甲美国那边的吼，迄个新法案，迄个要过关的迄个，有这个时间落差。所以讲，直接吼，人可以稍候一下，稍候一下，卖伤赶紧。尤其最近的洗盘的速度吼，真紧的你来看讲，顶礼拜五涨停，这个新兴科，金星科啦，对不？还是今仔日跌停，这来提来做当冲，还有40.5块的价差，安尼好好赚无？我才好练而已，每天都有那个波动啊，是不是？刷了呢，上礼拜五跌停的精彩，今天呢再跌，这也是很好做价差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每天都有这个波动性，问题是看你要怎么谈。那二一老师一直跟你强调的就是说，咱甲要做，就是做高价位的当冲，高价位的个股的当冲哦。因为你做低价位来讲吼，落的单爱较大啦。那落单落大落去，或许咧瞬间它的波动会跳动，啊是有成交啊无成交，啊若无成交，加晦气。所以讲，以前你若讲大金额伫遐做当冲来讲啦。咱与其选择迄个啊高价位，你比如讲选一个500块的左右啊啦，啊你若50块的哩，你就爱落10张，啊那500块的你落1张多，啊马上市价进去，市价出来，安尼马上就可以成交。但是你若讲做低价位啊，你若讲做50块，做10张，有诶2张成交，啊8张还没有成交，那怎么办？贵啊，底下咧过盘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你可以参考看看啦。低价位当冲吼，最主要就是伊的跳动会较紧，惊讲未成交。所以讲，我甲你诉求就是高价位，咱咧做当冲的安尼。来，搁甩咱来讲利旺这支股票，今仔日咧，雄雄都载落来。啊，这支利旺咧，你嘛爱了解伊的技术线型。走到这来啊，这支利旺有啊，魏老师讲的啊，那为什么在最高点的时候爆最大量？你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往往在最高点不是你拿股票出来卖啦，那我知道啦，你如果没去卖就已经偷笑了啦。所以说往往我们投资者就是热过头，追过头的一个情况，刷了呢把你拉回修正，哇你就错害去了。所以说我们做股票千万不能每回就是用这样追高的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说，我们宁可稍后一下等到月线，咱再来把布局多单好不好？别急啦，急无到遐去啦，是不是？像安尼啊，你若接唔到股票啊，高档爆大量，哇死啊！都安尼连续甲你修正2天，哇！今仔日咧，你若摕来做当冲，还佫43块的价差通啊赚，啊唔正好做，
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来抓迄个吼节奏，抓迄个节奏，你也感觉讲哦，啊，做当冲有影哦，哎，有一步一楼、哦，来，过来，这支经验，6411的经验，对，这算100块左右的股票啦。来，你来看，8%，当天安尼震荡幅度都8%，安尼好做无？真好做呀、啊！你著看你安那拣股票啊。搁一支上瘾，哦，今仔日咱介绍特别会员来做，安尼6块的价差，现甲第一六底啊收收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啊，每一天拢看到钱，哎、欸，要安那轻轻松松，要搁甲赚起来，哦，对我鳄鱼老师就上好康啊，对不？请你甲扫描 QR code 哩，哦，明仔载对鳄鱼老师来当冲，猛拉减四块。哎，一点二个，你也看吼、哦，咱最近啊，哦，直接的提来做当冲的个股，尤其这支爱普，为什么？你要了解吼、哦，爱普多少价位？来，我给你报告一下吼、哦，爱普的基本面，来，你那个看看电脑画面，到第三季。赚3块，股价400多块，你认为这个本益比高不高？所以你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往往咱投资朋友吼，热过头就是安尼啊。来，包括吼，我头拄仔你讲的金星科6533的金星科，来，你该了解一下。金星科基本面第三季是安尼，了尾2块，歹势吼，顶礼拜五涨停，涨停偌济介绍315.5块。你甲想看卖，你用300几块去买一个到第三季还阁了2块的公司？会好无？来，来，爱知影原因道理呀、啊？哦，唔是啊，做当冲哦，啊，就不管它基本面啊，不管它技术面啊，乌白富啦，啊，去就做多啊，啊，落就甲做空，唔是啊，简单啊。咱去，咱来有所了解，有一寡吼绩优的个股咧，反而偏偏不涨咧。啊！一挂的了资公司的颠倒来一个炒作行情，那安尼我请教，你要爱倒一项？当然嘛，爱实实在在的较好，对不对？对我讲嘞，爱普啊，嘛有点炒过头的味道去啊。人客，你也看讲，咱安尼做几桌的当冲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做6桌的当冲啊啦，无甲你歹势啦，嘛无甲你失礼啦。总偷偷赢偌济，56.5块。来，咱一个一个来个检视一下。魏老师甲你讲过无 ？M 头、爱普，来，安尼，第一抓20块，现赚到20块。第二抓13块，第三抓17块，第四抓。了5块，我鳄鱼老师照讲，了就是了，对不？了5块，咱了的部分，我鳄鱼老师拢会控制，哦，唔是放咧溜溜去的，哦，唔对，咱就当机立断。搁刷下来，这第5只赢6块，刷下今仔日咧赢5.5块，都安尼一支个股。咱安尼甲来来回回，甲做伊当冲几摆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6届啊，56.5块的价差，平均做伊一抓，赢伊10块，安尼会使无？哦，头就嘛，对不？咱最主要做股票，不管你要用当冲，不管你要用短线，不管你用波段，
看你安那谈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当初这是真本事啦，嘿，唔是讲爬入去啊，就安尼甲扛下哦，啊，死抱活抱，啊，那赢钱的你来买抱，喂，讲啊趣味嘞，拢了钱的你哭哭抱，嘿，我知啦，这就投资者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搁刷嘞来，荔枝有无？做一斤两三四四抓，赢五十五块，这嘛无浪费的啊，人去。就让你先诉求，为什么原因？荔枝第一抓十二块，第二抓三块，第三抓十三块，第四抓二十七块。安尼做一四抓，赢五十五块。啊，你也知影五十五块是什么意思？一张一张做的，就会使赚五万五千块。所以我讲要做当冲，一月日啊要甲赚伊十万啊，赚伊八万啊，太简单了嘛！你这若十张十张落单，你就赚五十五万去啊！安尼有紧无？好，真紧嘞啊！是不是？不免不免了。来来来，还够还够！哎，咱密集当冲的吼，一堆股票啦，易金光嘛是。做伊三抓，赢三十九块，易金光，来，咱这拢密集吼，当冲的，甲你讲无，易金光，嘿，有关大家拢有，我甲你讲哦，会当走你就先走。迄天二一老师甲你讲好胆，无你就卖走。人一讲偌好拄偌好，我就趁互你较紧。来，第一抓二十块，第二抓十一块，第三抓八块。安尼，拢总三抓赢伊三十九块，结果你在等解套。你讲安尼做波段较赢吗？还是对我二位老师安尼当冲加减诶，阮只打油诶，对吧？卖嫌少的情况啊，加加减减，我二位老师还佫对你有贡献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诶股票诶套牢都一大堆的距离。差咧三成五成，尤其咧生技股，对不？啊，就热过头呀，大家烧过头啊，结果咧，消防落来的时阵，哇，得死啊！所以我讲咧，投资者做股票就是拢安尼，硬要热个，硬要热个，迄风险性真大。所以我拄仔有甲你提醒无？咱稍等一下啦，拄到月线，二一老师会甲你画，会甲你出招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这几天啊，先对二一老师当冲来，加减谈较袂散，来说好。哎，这嘛是咱密集当冲的吼，哎，股票之一。安尼两抓，赢十七块半。啊，你讲老师啊，头前这抓呢？啊，头前这抓啊，就歹势啊。哎，迄当时啊，伫操作的时阵，讲相差五角银无成交啦，相差五角银呐。啊，无成交就无成交，啊，无法度啊，对吧？啊，咱就不列入绩效哦。哎，我二一老师无掠好吧，对不？第一抓就没有列入绩效啊，就零啊，是不是？咱讲正经有做到的啊，来，正经有做到的是这十二月一号啊，八块半，哦，过来第二抓九块，安尼两抓甲摊起来十七块半。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温习温习来就有够啊啦，人客。即卖你甲我讲要赚伊哦，一杯三杯哦，无啦，袂晓空啦。即卖哦，你若对二一老师哦做这当冲做一稳哦，就偷笑啊啦，人客。我赚的这个速度吼、哦，无输你迄个波段的，哦，嘛无输你迄个短线的，哦，我咱逐工拢会使进账的。来，你甲看讲这支四星嘛是，干那两抓鸟，两抓鸟四十七块。来，啊这安尼赚了有爽无？有无？迄当时二一老师甲你讲啊，四星麦当劳出现了啊。来，二十一块第一抓，刷咧咧第二抓，二十六块，安尼两抓赚起来四十七块啊，还跌落跌烧烧啊。
一张一张来，哎、欸，会使赚47,000，啊，那10张10张的咧，赚47,000，两只当冲尔，来享受嘛是，干那两只，75块的价差，人客，有无？我咧甲你讲享受，哎、欸，就安尼一只30，一只45，两只75块，所以讲。你看会到的嘛？每一天股市都是有起有落，但是你要哪抓那个脉动？要抓伊那个准则，讲啊是要做多好，啊是要做空好，对不？我二一老师加减拢会提供给你做意见，对不？给你加减讲啊，无对我来，嘿，嘛会使对你谈，啊，这更加紧，啊嘛更加巧，唔免家己在动脑筋，哦，每天拢看会到钱。啊，轻轻松松又搁甲弹起来，是不是？对我二一老师安尼就上好康，哎、欸，袂带你讲个啊，追逐啊，迄个过热的啦，啊，迄个想过碰风的股票去啊，嘿，咱就爱细意，对不？当然，哎、欸，我嘛希望讲咱共同过来挑战一摆，这个纪录，连赢20天的纪录，嘿，这赢到大家吼。遐个会员朋友啊，吼、哦，嘴笑目笑，煞咧，迄地下个蛇头呀，唔敢咧收单啦，嘿，收单都爱付你钱啊，无你空过，连赢20天呢，所以嘛，人客，任何请看好明，我二一老师，哎，对赢来讲啊，上厉害，尤其对这个当冲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若有兴趣来吼、哦，来先甲扫描一个 QR code。好不好？我们稍后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，谢谢。除非取得授权后，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股市自立救济方案，888买一送一再加一，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，成就最大的获利。支付专线02812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，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台北股市自立救济方案，888买一送一再加一，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，成就最大的获利。支付专线02-8512-5858。每一天，你啊看讲哦，这盘面跳动的这股票啊，好、哦、有时起有时落啦。但是你就爱抓伊个吼节奏，你知道？当我咧甲你话讲，人客哦，紧来买哦，好、哦，你就惊惊未着顶嘛。11月3号，伊当时伫遮尔尔啊，拄要起尔尔，起甲哎、欸，打安尼啦，起甲遮啦。上礼拜三啦，我就跟你讲，再往上空间有限，往下反而幅度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指标在超热。那个起里，咱就是一定爱站卖方啊啦，
结果呢？哦，啊，未使怪二一老师修准呢，好、哦，叫伊落来，伊就落来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今麦我来跟你讲啊，伫家伫单向，单买点讯号，为什么要买？因为从资券变化去个了解，哦，今麦这是多头走势，资券同增的情况代表什么含义？交投热络、哦、主力法人散户均看好后市盘间续涨啊，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啥？逢回就是买点哦，啊，现在就是逢回，但是我们如果要较健康的买进讯号呢，我们就是等待刚到月线，刚到月线的时候我们再来哦，啊，比较稳当啊，也赚到比较实，哎，较赚到不嘻嘻哦，尤其这两日美国国会那边还在讨论说啊，他这个、哦刺激方案、哦、到底是要过还没过啦，还、啊、是要多少金额啦，这个市场都还在猜测，如果这样我们与其修好一点好不好、哦、等下二位老师跟你说紧哦紧来哦把话起来、哦、啊如果没这几日、啊欸、先对二位老师心息当中好不好，信息当中基金谈较袂少，哦，咱卖嫌少的情况啦，咱温习温习来，好不好？明仔载对鳄鱼老师来哦，哦，请你个扫描 QR code， 哦，明仔载对鳄鱼老师当冲发财，预祝你操作顺利，大发财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